佢个大脑开始麻木。你就等于系我嘅对手同我嘅后线，以后拍住上啦。冷血指数已经跌到负数。医生，你唔可以帮佢做手术吗？都唔关我哋事，叫神经科啲人过嚟睇翻。人格中毒接近临界点，你咁叻就唔使搞到个病人争啲死啦。唔好将我拉埋同你一齐讲，你未过班。到底边个可以为佢进行急救？惊我同你争做你教授？你想向上爬嘅，可以利用我噶。荣获韩国 KBS 演技大奖四大奖项。点解每件事你都要针对我？我系叫你用心去体谅下病人，咁啊医生应该要做嘅。脑壳医生星期一至五晚11:00 Now 101台。